啊，都几点了，还没写完作业呢？哎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你就看书啊？写完了。写完了。那写完了，你要把它收拾了之后，你再看呢。对对对对，忘了。你看啥书这么入迷啊？这个消防日记，我向同学借的。这啥呀？讲那个是？就是一场地震。阿黄、阿狗、阿妈、阿猫的。消防日记我也不知道好不好，这家孩子就让我给他买，然后我一直也是忘给你买了。这里边有这么多册，我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看，我都没来得及瞅呢。我最想看哪个，就是这个、那个黑色的下午，还有能闻出孩子味的乌龟，还有他都想看，都想看。讲的是什么故事啊？就是一场地震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，然后呢？我还没看完，那么大知道啊？没看完，那你看里边是一个一个小故事，还是说整个的大长故事啊？一个一个小故事，你看、这种小故事。今天刚借的吧？是不是？对啊。先收拾完再看。来，你看，我信你没写完呢。这啥呀你？豆。天天能混着好吃的，同学一整就给他好吃的，你也没给人家带，老师也不让你们带好吃的呀，啊？咋的嘞？他们是偷摸拿的，是吧？给你带的啊！哎呀，你能不能放下他？一会儿你再拿。不能。来，你过来看看，这是啥？啥呀？贴纸啊！贴纸？这啥贴纸？羊了个羊。羊了个羊的贴纸？你看这不是写着个羊吗？我可知道羊了个羊有那个游戏很火，我也不玩游戏，我也不会呀，不知道。羊了个羊也可以做贴纸，做手账呗。嗯。妈，这是羊啊！那我怎么看像圣诞老人呢？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，有人都买那么一本儿，里边都是羊了个羊贴纸。羊了个羊，羊了个羊。那赶紧吧，有时间你就羊了个羊，有时间再做吧。不行，赶紧看会书，一会儿没时间了。哎呀，看看这孩子的生活多么的惬意啊！这边的饭后小水果给他准备着啊，这边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书。今天刚买的脆皮柿子，是不是啊？好不好吃啊？这生活我都超级羡慕。这边还有脆枣，他要吃，给他买的。还有我们这边东北的家常柿子，这是他大姨给他拿的菠萝蜜，不吃了，还吃不过来了呢。以后你就躺着睡着呗。啊，小韩现在上五年级了，大家觉得有什么好的书可以推荐给小韩？你看吧，拜拜了，我去睡觉了。再见。不要，我回来。我给你拿本书看，好吧？一起看书。